明明上帝圣训，何形同盘柱？妙文。明欲万物生光彩，明化万灵一字开，上圣下凡仙佛驾地母慈怀物皇胎。无明明上帝欲化圣母绿诸佛子齐降佛堂，悲喜交加感慨无量孝儿孝女处处开荒位。母今日批篇妙章三才多敬佩和尚坛庭。孝儿道明心田开荒四方道悟红宣劳苦心至上帝明见尽心尽力众生化还对众圆满情理法权一劳永逸万八乐园。孝女诚心化宣忍劳耐苦为道奔前各位点传天命身丹尽责尽任效法前贤体天办道功德圆满兼至劳心救度黄元庭。时至末后不堪言悲叹世人在尘间声色迷阵不知觉徒使为娘悲声叹六万年载无音信高山流水向谁谈老娘一心慈悲怀何忍儿女乱道牌。气至时运三期末三佛应运半收元归根任母归一线继往开来续新传三盘共掌弥勒手总摄万法同归元世人找的归绝路直达西天永安然。弘扬末后期出现数流动静样样全有位还从无位化一切有形终归完思今世界四顶废为如累卵万险传苦海造就天数定带道道法早悟玄。善恶最后来分判人生迷蒙不知还呆等时至乾坤定真人降伏邪魔习征战从此不再生根深蒂固或本源东土大智由大乱万教归亦有根源。其徒万物乱奔行主尽存成道理言六万年来此依着古来天道不清传目下世上灾祸重就由自取坠深渊悲痛众生还不醒九九八亿灵目前。天下众生纷纷乱黄河两岸最苦连聚集群魔来斗法出现邪术动惊天孰高孰低将有判一道同风万民欢自古一阵压百邪天降道劫遇时判。亦不坚定心乱分罪孽不了难保全七七四九无昼夜显然灾煞在目前修道若无寸功灾连累满门下苦冤为天背礼无逆子天不敏慈的不怜。孝顺男女为娘告一心同得道修全婴儿差女端安坐秧田莲花坐善男性女善小慈母一节足先登瞻魁元有志儿女男科醒般若波罗自在观。人人生有自在佛劫片丹心出玄关仙佛神圣崇信理中华道脉古今传大道定静安律的革除私欲归自然任明真宗信不昧为今唯一副始源。天地轮回善恶判生死大事最重烟甲锦逆旅无多久土中财宝用不完寸功寸果天不复审时茶基勤耕田六万冤孽尚可了至于只在方寸间。母患孩儿真诚守光明心地无畏然道大理为多参悟几名几达几力全没在贪图分外荣弘扬以尽快涅盘道运至今玄机泄力得化名谱的传。夏末秋初转三春为娘心中苦难言所有园林遭劫打白羊种子小可怜性有天物性犹在立此名透实其言修道思经达上成学以治理彻经为。大事须由自前往推卸失职空灵烟劫煞灵难居壁中坐守玄关真不动心应正开天佛眼自有仙佛来救援为人哲学大道理尧舜依让国泰安。
尊道立德至广大明李彪率率众丁荧光碧辉朝天宫至冲云霄贯乾坤三天大阵气象换重整市局成乐园世上有形皆更改为道义理事根源。子云雅颂得其所意曰真故以干潜水流石泉长清净一里痛来复使干天开云雷心万物尊沟流水无灾殃心性朴素障不爱存时去华达自然。为娘慈怀孝而患福慧相其度良贤时事急迫心物外诚信拜佛免轮转时至登云末劫必至成隔天脱灾难宏愿素了至不一力功消灾超祖玄。切勿因循而苟且四海兄弟同胞连慈航泛度心解亲善与人同回西炫万八长春永安乐重头母怀受温暖苦海无边回头岸一劳永逸万八安。圆规方具多安排物为邪魔乱心填词周解烂素枕内众心同和佛来护一元复使周行度不者于物笃信兼君子觉悟者有四柄工具礼定指南。真进大道至不二一点直冲中玄关不论南北燕照道应时降道救黄元碧云臣附身心境可谓万灵九六元大德敦化小川流君子人风耳侠变。是逢此期当谨守鬼魔混闹三奇天真诚可反摇经的愚人焉能识得穿日月乾坤方向改天地万物悉转变国乱财险中贤被劫难方知修行难。陈孝安定在此寄娘告大地众而难守慈善道不实地公司二字修明烟私欲除尽反白天天驾慈周共助兼博师寄众人为本纪事金丹救黄元。西方路上正兴龙妖魔使法由新鲜道道色色阻去路科学文明乱心颠胆大心系不在乎谨言慎行好女男智者立功正思识人者有勇力有言。物我一体同归善五教归根本一元至怀灵云虚名悟性学法产其后贤各个金刚体净明打定根基培幼苗枝叶花果多结实道高德众沾葵缘。成者修道务须经千磨万考不退念修道只求一心明内圣外王真善男儿修人一日必心笃实主敬为老娘德才兼备行于世流芳千古要祖先。修明真宗大帝宁处处莲花活神仙如道复兴冠天下海面屏风真孝建立至臣气心有不琢磨真心显真难一线串通明真假判别修道虚实前。世上祸福天助数北返南归聚何年打定根基性何命原来佛道新宗教性利利生消灾祸妙智显慧智贤观阿耨多罗菩提名便是黄胎好儿难。天地怒豪神鬼精子欲患难母不安本来修道在时中无本求根孽魔现言学圣经居贤为事物明通贯照难能沾圣贤一分子不枉三奇的真玄。观看世上无宁的难逃北散灾煞现人师遍野心何忍几时逢春灾道根科修勤作白羊连功行道修的福安善者归善恶归恶善恶分班御时判。纷乱世界威风流复不逊子怎定天万物之灵人何贵身在三奇有幸言刀可割除私欲种三生有幸道安传一点中央无逢所古敬重明见信天。
无德难渡莫一场的富山里有旗舰非人非鬼来混世痞门开现如何闲家光德修业福灾时至自然见底端一心未到紧牢记成龙免年罢了官。战争武器日日新华乱兵多伤惨妻混世魔王不者眼头向光霞如争端虚荣见断多朝拜会目遥望故乡反为善为宝奉行半三代精英应时间。为娘心盼得到人仅从事助耳师间归根任母行孝道众的山云出秀现佛性无影心居中心平一城听训言炫的炫师务良机相辅灾城市良贤。而等李母六万年性命由来不明然道行逆施造罪恶孽打阴山地狱间男女真修道天堂改定乾坤在一时的龙头出收元己至时归返见本源。孝行儿女速反省扫灭邪妄不再贪声色获利不迷恋天地充满大自然时交末后深处到心向盘转又一场老手本分功德尽力行孝道废引间。升降祸福最后判堕落鬼魂变风烟弹等一声霹雳响大地转福换新年草木逢春根基有地轴转变乾坤换乱至定境又一世皆大欢喜万八安。速回家乡归绝路免后悲哭叫黄天物理镇静如泰山守道崇拜金顶马得道不修时之毁煞神降临不疑难洁白修各金刚体六根清净不沾染。自暴自弃非笑而眼目补却神意远精进不懈必如一再接在利康庄前根本素源虚名小以气仗理难返天境加马边多求尽乐善不倦度良贤。儿女诚心娘心未若有差错娘不安客修孝替骨肉亲四海同胞庆团圆孝儿认识老娘亦不怠不慢不迟言办事敏捷心要稳言行勿失君子贤。精神焕发真机产尽心魔谋报苍天群力其处心由一刀枪写的开白莲从善如水流不尽无善不留打灵残藏气呆时应时用善恶之门生死关。司机正式出头路重德轻财是孝难苦海飘浪中沉底大树到来命难免速速行功结后果善根良田草除完了脱六万因果债重头娘怀未心田。下有善公报上陈立德无必孝圣贤名流标榜举荐青石至一心气象换三六四八位娘青松波长春草木先孝儿孝女物根本本立道身半收元。认识大道统一贯脉脉之流经线连血心除尽子断魔人心安定清邪念性理明达照十方一念尽性不二身法传称度善性众乘风破浪不摇颠。有缘生灾佛根性佛在灵山自心明人人末后原形漏妖魔鬼怪自明然动观无碍不染物不贪意外清参天列其方位圣业半道不离心待天宣。助办前成功无量事办公备时不需九品连台胎基助母封天爵报合同报守定至始终有功缘果满返乐园前宿孽债皆虚了全凭修道至成前。目观世事太纷乱人心目下暗淡然两眶热泪皇母叹等待不回儿女难谁来遵守皇母训谁将母训带宣言眼看当时灵山下线已变相不周全。
日堕月堕无息止八八九九无底曰末后大劫正此道运交三奇修性全为善至乐达上乘恶孽遭灾母不连修道顺天诸神又稍有逆为受天谴。孝儿孝女听明白且看四九末节观素将真诚实心尽时来可救女男孩一元复始天开太此时快乐永绵绵儿女性劳光宇宙封神标榜万八年。真宗一典中庸载斩七除六性不偏言明三三真宗李天长第九一善烟归于善路之太和太和之气复始元皇胎物狂所欲好欲海风波起浪烟。大智若于古慎用七真苦修见性天趁此行功果结时张公不忠网民贪好养一气志不屈直超三界会母言言明心性在不会心广体盘里的权。推开云雾见天日了却宏愿反西天时星时意真实往四八三六封神榜上整排名分先后连台大小赵公安日月并名来相对万朵金莲朝母言。趁此加光照见日用功瞎练结金丹三花武器功凝聚心猿意马老手栓建立圣机万八乐龙华富会宴群仙白羊世界尧舜日万民欢腾庆丰年。从此天道不轮回东土化为小西天真道真理真天命欲时分班善恶判时为孕育河山灰渊因寒珠而内川有善成交千里有无善执此报仇怨。君子是天多存养尊师重道孝前贤三根灯火儿女修心至诚感可避难灾到云城或安身一觉醒来成半仙子竹林中观自在男女得此脱轮回。云雾蔽天天不清财色迷窍不知缘道因自满行不广得位气塞量不宽一切有位皆非是梦幻泡影是焕然早早打算归家路时至免徒累万千。乌烟瘴气冲霄汉混沌乱的经的天造白不清皆污染善恶难辨娘心酸枯断娘心三寸中和日清除长白莲诸佛听命东土下重整江山李长川。云雾推开为娘看扫灭魔星将出现四大部神呆应命八大金刚护法坛所有邪魔多除尽真神真法在身边幕后出头母子悟成洞山和草木青。为母批此一段落八字连语一排全训内交叉横直看和形同盘柱半前母训玄意儿女参参意智慧有助天至此不批别儿女绿诸佛子同返天。圣训文中交叉即和形同盘柱妙文。时至末后乱纷纷一片大地苦伶仃水势泛滥烟惊的科学外风心魔跟刀光剑影到处有煞气不留草木深裂速当天光欲会万民直此机长青。云烟蔽天不见日七七四九暗无名血流飘楚古如山大地阴云如何言科学利器日近乎天地万民受灾殃世人思经上不醒天降八一早安排。世界末日人性灭鬼哭神嚎天地惊五魔大闹中华的妇男子北多伤惨妻离子散男归聚何年见天现安平甘转坤移一场乱白马时的龙头出收元以至道明显真主安抚赵贤真老幼女男一线串通明真假判明分儿女修心至诚感可避难灾至云城真功真果真实正黄胎原子举见亲。
时至一心气象换三六四八位娘亲十八宫常来交代封神榜上整排名善男性女和同报首定一善父至尊不孝恶诸打阴山地狱间重头四身。几时逢春灾到根性的光开出真贤满山云霞现其春时中无时和天心明悟性学本来面圣学法王真宗现求道真善贤男女真修道天性荣光立志修各金刚体净德修业福利生消灾有道堂中拜灾众连位或不兴明呼天道应时降道救黄元碧云城内清外进宫中坐守玄关真不动心应正和同佛来护旋转乾坤复使春云雷震开悟己土中央显出古真人降伏邪魔袭征战从此不再生祸端安坐秧田莲花坐善男性女定果分明明上帝圣训和形同盘柱妙文 HTM 2022-0430善书图书馆http 冒号双斜线 www.thelibrary.com/category/category/c9/h/2024.htm 笔者附录现今道劫并降阳道于是化劫殃有求孔孟圣道三宝心法就不枉费今生来世间世间财世间用生不带来死不带去或是给以后不相识的人用但是的三宝心法却能带着走在世能逢凶化吉躲劫避难改变命运寿终能超生了死离苦得乐智者切莫入宝山而空手回手机 App 程式免费下载内容含全台地区素食商店总整理 https://drive.google.com gfoodbookvideo_new 全台地区素食商店总整理 闽南语读经影片合集 台湾寺庙影片合集韩北馆演奏国立台湾图书馆资源有声书超级简明英汉字典免费手机程式 App 下载有声书影片合集 YouTube 超级简明英汉字典有声书50部影片合集依照自首取档名 https://drive.google.com https://www.youtube.com/embed 手机 App 程式免费下载内容含保健康附加度人求道时给对方看佛堂外貌或内部活动的影片连结图示 https://drive.google.com 全民共有的财产国立台湾图书馆电子档案全部开放 https://www.ntl.edu.tw国立台湾图书馆数位资源01 https://www.ntl.edu.tw 数位资源02台湾学数位图书馆自建的资料库 https://www.ntl.edu.tw电子资源查询系统 http://hirm.ntl.edu.tw/entlearn/index.jsp
台湾学电子资源查询系统 http://ep216.ntl.edu.tw/ntohiint/index.jsp 台湾寺庙影片合集含北管演奏https://www.youtube.com/embed 闽南语读经影片合集 https://www.youtube.com/embed 免费下载弘法 MP3 手机软体 App 网址是https://drive.google.com 云端硬碟、手机、App 资料夹的共用免费下载的网址 https://drive.google.com 共享云端硬碟资源，孝道四聚联，台湾寺庙影像含民间善书档案网路影片选集连结可用的 PDF 档案 https://drive.google.com 网路影片选集连结可用的 PDF 档案 https://drive.google.com 台湾寺庙影像含民间善书档案 https://drive.google.com附录家母急需功德的影片网址 https://www.youtube.com 附赠厚礼人类大福音学佛参考资源大词典汇集到场讲师的最佳助手 fo.dick_in_1_but_no_cell RAW 在云端硬碟的档案的网址，进入后点按右上方的箭头来下载。https://drive.google.com 欢迎有缘大众搜寻及订阅 TKT TV 社会服务网路电视台，影片版权开放，功德同享。2020年12月17日 https://www.youtube.com/channel/UCRLDASV4KBHKDL9110VSADG 请订阅的网友们善用本频道社群贴文好康资源分享资讯